啊，对对对对。对点评一下今天的造型吧，除了你自己这身，你还觉得谁的造型好看？你呢？哦，真的吗？天哪！那如果不被安排我的话，你想选谁？选你啊！就选我吗？今天感觉自己很荣幸。我们现在 no fashion，no fashion 吗？蛮好的啊，没有包袱。人已经最差了，也差不到哪去了。我说戴个小帽，我刚才说我现在像，哎，好好看呀，高高铁站，小红帽，翻行李，小橙帽，橙帽。到了，走。到了。嗯。哇，你看那儿，不愧是沉浸式剧场吧？沉浸式剧场，沉浸式剧场。好起来，好起来。欢迎各位搭档来到郑州建设摄影小镇，小镇重现了民国时期的老郑州风情，是时尚青年最爱的沉浸式电影潮玩地。那我们来到了电影小镇，就一起去感受一下民国时期的形象吧。哇哟，怎么还有玫瑰花？这是要玩游戏吧？看这个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，雕花。这个雕花啊？那为什么要放在面里啊？就是脸会脸会白，脸会炸，你一雕一出气儿。两组搭档随着音乐跳舞，音乐结束后，女生站到男生脚背上。齐步前进，男生需要在路途中叼起玫瑰花，率先将两只玫瑰花插进花瓶的搭档获胜。太难了吧？我们是内部竞争吗？我们 no fashion 内部竞争啊？当然啊，谁赢了谁晋级啊！哎呀！第一组，请出歌。哦，这不是宽宽的。抽筋了，我们被救就笑死了。沙子爹，老年 disco， 沙子爹太逗了。喂喂，腿长，走，你扔什么玩意儿？你扔什么玩意儿？抓着手，走起。抓胳膊啊，抓胳膊，可以稍微分开一点，身体分开一点。走。能拿手吗？不能。你们能有手了？那你俩吧。都活着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只能干扰了。还是老师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恭喜 baby 和张汉祖获胜。沙溢，你干啥呢？哎把一耳朵给人揪了，太狠了！干得漂亮！
公平，你们公平，你们这玩完的怎么就这样了？第二组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出歌。我们就有默契了。对，有了，绝对有了。嘿，别看你现在嘚瑟的欢，一会儿让你拉清单。哎，把枪跑了，这个往前走，这啥嘚瑟。为什么接了一声惨叫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杀！哎还给高富帅弄掉，没放进去，我的脚趾头踩扁了。你脚趾头踩扁了，女生更不容易，女生的脚都这样了。走开离我远一点。往哪放？你把那花抢过来。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对，再往那边走，再往离开他们。放他嘴里也算赢，放他嘴里也算赢。哎呦！咬深一点，你咬深一点，别让他抢过来。你把他嘴挡上，你把他嘴挡上，给推走，给推走。有这功夫有啥呀？我就想让你，我就要这个，我有个办法，你把这花先给田爱，让田爱投，我看他能不能这样。哎，你好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俩人没一个好人呀、啊！我又来了，哪找的嘉宾是？哎呀，这配对配的是真对呀！你脸照给你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在下面干嘛？天哪，这画面！哎呦我！可以。我现在嘴里有一股玫瑰花茶的味道。我觉得都是你洗发水的味道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三组的挑战，因为第三组是 No Fashion， 你们是没有资格玩这个游戏的。你们要加强对抗性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就是你们的行进方式，两人三组，然后你们手要背在身后，这样的竞争会更激烈。手要背在身后。上道具。请出歌。摇滚乐啊，重金属。幼儿园广播操。打鼓吗？
手背后面，手背。哇，腿太长，腿太长。哇，腿太长，腿太长。我先上，我先上。好，走。掉了个袜子，你掉了个盘子。大家的等级排名又发生了变化，接下来我们互换名牌。不用了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前往电影小镇里面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广场，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项目。奔跑吧，时尚！